超级可以戴，就是今年真的很多韩国小偶妮会穿这样子，它是做那种比较复古版型的洋装，然后它的裙长呢也不会真的到太短，就是气质的裙长。再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领口，它是做这种有一点点胸前小抓皱，你们看到吗？这边是有弹性的小抓皱的设计，然后做一个小 V 领，这边呢是做有一点点开这种小方领，这边做 V， 这边做开方领的设计，然后这边肩带一样是可以拉成一字领的松紧带，做超级可爱的向日葵花哦，所以呢就是整个颜色呢都是非常的漂亮。它的印花是我喜欢的，也就是做那种黄白色的花，然后加一点点小的绿色的叶子这样子，整件都是满版的，所以呢整个就很有造型，我觉得都超好看。你的是比较气质，我的是比较亮眼，比较活泼感。它不会透，它有内里，我有内里，所以我现在里面穿黑的，它看不到，也就比较宽松宽袖的设计，超级好看。你穿这样好看吗？大家被浅色烧到，因为浅色完全不显胖。